诏令如山，皇命如天，镇国侯萧贵一事，微臣不忠，私通敌进，暗藏谋逆之心，即刻围剿侯府，钦此。什么私通敌进？我们不服！不降！不降！放进来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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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安静！你们投降便可免死，如不投降，镇国侯即刻处死。不许降！陛下分明是要我的命，朕降与不降都是一死。救救！死也不降！救人！ 摘星出卖的狼崽经过严格训练，成为外表冷酷的国王。